四今日是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，今天我们学了是小狗小狗，那我们以前学过个大字啦，个小字是这样写的，直落勾一点，跟住俾埋隔篱一点。好啦，今日小朋友系要做写埋冬天，如果未写晒就翻屋企写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又学咗一个小黄狗守门口，小花猫捉老鼠，汪汪汪，喵喵喵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系啦，话俾佢哋听，小狗咧就爱嚟看门口捉贼，小花猫咧就爱嚟捉老鼠。OK， 拜拜。